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im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张英才的演艺人生。今日仍然是继续同大家分享这个张英才演出的集合啊。咁上次就讲到1966年，咁今日就继续啦。1966年婚姻大事，咁张英才就做杨醒飞，同剧演出蓝红、文爱兰、郑君绵，跟住杀人花，张英才做何志龙，同剧嘅有蓝红、麦基。跟住傻大姐捉贼，张英才做胡桃博士，同剧有邓碧云、余明。跟住是一套武侠剧《碧落红尘》，上集、下集同埋第三集的大结局。张英才就做谷家琪，跟住仲有陈宝珠、萧芳芳、石坚，跟住是楼上楼下两相亲。咁张英才就做阿九，同剧嘅有朱刚、丁颖，跟住是亲上加亲。咁张英才就做李家驹，同剧嘅有嘉玲、麦基。跟住就是《龙虎榜》的上集和下集大结局。咁张英才就做威立德，同剧演出有李薇、萧芳芳、任燕。跟住就去到1967年啦，1967年就个片量就少咗好多啦。首先是工厂三小姐，张英才做张孝向，同剧的有丁莹、沈殿霞、张仪。跟住是月向那方圆，上集和下集明月千里寄相思，咁就是呢度是上下集嚟嘅。咁张英才就做张志平，咁就同剧演出有吴君丽、林凤、麦基、胡枫。咁跟住就有金夫楼，张英才做陈士浩，同剧嘅有萧芳芳、高峰。跟住有遥远的路，咁张英才就做姚川，同剧有吴君丽、邓碧云、林凤。跟住就去到1968年啦，1968年小五二大破同网阵，张英才做韩天冕，同剧有曾光、雪梨、石坚。跟住是天狼寨，张英才做陈英武，同剧有陈宝珠、雪梨、曾光。跟住是血影红灯，张英才做公孙乐，同剧的有陈宝珠、薛家燕、郑少秋、石坚。跟住是飞侠小白龙，张英才做武家杰，同剧有冯宝宝、朱刚、石坚。跟住是神勇坦克队，张英才做李尚士。此外仲有新乐坤、丁莹。跟住就是杀手锏，张英才做林建清。另外仲有雪梨、朱刚、石坚。
跟住1968年啦，1968年啦就有好多套黄飞鸿嘅，咁分别就系黄飞鸿、玉搏黑霸王、黄飞鸿威震五洋城、黄飞鸿拳王争霸、黄飞鸿醉打八金刚，同埋黄飞鸿醒狮独霸梅花桩。咁呢几套黄飞鸿里面啦，张英才都系饰演梁二牛嘅。咁同剧嘅演出就有关德兴、曾江、石坚同埋李红。咁跟住就系夺魄幽灵。咁张英才就做阿蓝，同剧有萧芳芳、曾江、夏平，跟住就系铁血火龙岭。咁张英才咧就做朱剑英，咁同剧咧就有萧芳芳、于素秋、石坚，跟住就1969年。1969年有五岳风云，就张英才做呢个阎慕光，就另外仲有罗艳卿、欧家慧、石坚，伏魔乾坤剑，咁你都系做呢个阎慕光，就同剧有罗艳卿、欧家慧、石坚，跟住系玉面杀星，咁就张英才就做副镇长，咁同剧嘅有谢贤、苏青、石坚，跟住就血罗根，咁张英才就做庄天武，同剧有薛家燕、雪梨、曾江，咁跟住就有两套黄飞鸿。分別是黃飛鴻巧奪鯊魚青，同埋黃飛鴻神威伏三殺。咁張英才都係做呢個梁二牛嘅。咁此外就仲有關德興、曾江同埋石堅。咁跟住咧就係龍膽，龍膽咧張英才就做周振江，同劇嘅就有康威、雪梨、石坚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张英才的演艺人生，分享到这里又暂时唞一唞先。喜欢这条片的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这个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张英才的演艺人生，拜拜。